早啊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中亚吉尔吉斯斯坦。这是从北京骑行去巴黎的路上，然后给大家感受一下，这昨天晚上在公路边上的废弃的餐厅，然后在门口有这种现成的床，直接就在这睡了。要不是因为太阳晒屁股，特别不想起来，啊，起得特别特别早。早，晒屁股了。嗯，起床都要被榨干了，赶紧起来哦。昨天路过城里，没买到米，看看是不是吃点啥。哇塞，有味道的视频啊！看这个前面有餐厅，我在想是不是省点补给，我来这吃。电视不错，而且还可以看图说话。恭喜啊，还没有开门啊！先自己开火煮一点嘛。这公路边上有一条特别漂亮的河，给大伙看一下。嗯，这条河名字有点拗口啊，托古托克湖啊流下来的一条河。嗯，这是一条主要的一条河流。太阳有点晒，中亚的温度都特别高。然后这是我太阳能，臭袜子。最后的干粮。绿豆。配大米。把最后一点蜂蜜，给干趴了。他留了最后一口。下次是不是泡水喝呀？绿豆粥被我干完啦。嗯，收拾收拾，简直是蒸桑拿啊！去买了两瓶水，然后被我逮到了一瓶冰镇，全冰矿泉水。真的是漏捏了，漏捏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去买杯水，直接把行李放在这儿。捏的都没胃口吃饭。中亚怎么可以这么热呢？啊？热到现在有点怀疑人生。我估计看视频的大家也是此时此刻备受煎熬。在这吃了一顿午饭，现在下午四点，一顿午饭的功夫，全冰块突然之间就热水，一点冰都没有，真是告别喀巴库，沿着河畔继续向前骑行，在吉尔吉斯斯坦。要命啊！招呼都打不动了。这白天不适合骑车，还是晚上骑。我饿了，天哪！哎呀！这热浪吹过来，哇！哟，到前面去看一下，能不能去河里游个泳啊？特别想游个泳啊！天气炎热也就算了，关键还爬坡，这一段全是起伏路，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。前方又是下坡，我宁愿它是平路。
脑瓜子嗡嗡的。这个等太阳收起来，然后或者等太阳快下山的时候，我温度太高了，坐在这屁股都发烫。不过还好，就是这座山挡住了啊。看一下，风景是很漂亮哦。这一觉吧，整个人都捏的。捏的呀，说话都现在快没力气了，很容易中暑，真的很容易中暑。这水是烫的，哎呦，想睡一个午觉，这个地又是烫。情何以堪呀，如坐针毡。然后就是树底下。咬咬牙，我又上来了。刚才那个坡要了半条命，重要的不是坡，重要的是温度。趁着这个太阳啊，收敛一下，不然这种树底下躲躲也挺好。嘿，垃圾这么多。风景漂亮是漂亮啊，所有的机器全是特别特别烫，不是飞的时候烫啊，是取下来的时候还没飞之前特别烫，然后飞完了之后这个手机感觉要炸了，赶紧把它关机。最近几天每次白天给它用的时候都特别特别烫，不用的话它不烫。无人机也特别烫，有的时候在飞着都很担心它是不是因为过热会不会直接就掉了，掉了多可惜啊。风景虽美，我不要贪杯哦，也不要贪飞哦。这才是峡谷的正确打开方式嘛，太阳躲起来，路是平的，然后河就在公路边上。欢迎来到黄昏时刻。黄昏从什么时候开始啊？在峡谷的话这点还算早，现在是6:30，然后太阳下山是8:30，天黑9:30。如果平路的话一天骑个5-60公里也还行，可这是峡谷之路，上上下下的，骑不了快呀。幽闭恐惧症。完全看不到的世界，冲向光明的时刻。
主要是这个太阳太炙热了，炙热到可以把魂都给化了。哎，饿了，昨天晚上打包的面包看能不能啃得下去，现在就是喝水都嫌渴。司机看了都摇头啊！我昨天晚上把那关买的多好，后悔有什么用呢？你不嫌弃太大了吗？太重了。中亚第一好房的夏天呀，要命啊！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，特别耗时间。突然再下一下。然后要踩好久，十几二十分钟一个坡呢，要开始天黑了。这河的颜色也暗淡了啊，与其说是河，不如说是湖，长长的湖。下坡啦，准备好。这路是真的烂，坑坑洼洼的，下个坡都下不爽。隧道，找打是吧？你是不是找打？你这是不是找打啊？被狗追，然后来这小蛮米，没有米，只有面包。感受一下这个路边，就这种，完全没食欲。然后还有啥呀？还有泡面，这一桶泡面。如果来一个汤师傅，我倒是可以接受。这个好像是日式的面条也行啊，像意面之类的。要不到前面去看看？一个隧道，一个山，两个世界。那边没有信号，这边有信号，信号超强。所以就近露营的话还挺好，可以传视频。这水还是山泉水，多接点多接点。洗了个头，我又来进馆子了，花了450点了个咪。啊，这样的，吃吧。450说。不是便宜还是贵啊？今天的不咸啊，前几天的咸死了。刚刚有个男的，有可能是老板，跑过来跟我说，他说晚上车特别多，让我在这个直接在大厅上直接睡就行了。人挺好的。到哪都能遇到贵人。这主食面包，其实不是面包，是馕。我就吃了3块4块，吃不动，一点对不对？现在拼命的喝水，我喝，来来来，干杯！太热了，真的是，完全这个吃都吃不动，没胃口。哇，我都已经睡了一觉了，餐馆就这样，突然间有一批来喝鸡肉火的。那边好嗨呀，
我就这样睡了。早安，后半夜总算舒舒服服睡了一觉，差不多两点才正式睡着，闹腾了一个晚上。哎，我肉呢？怎么地上还有面包呢？我靠！我靠！哪个阿猫阿狗把我这个肉给吃了呢？昨天晚上没怎么吃呢，450呢，就剩下面包了。450我就吃了3块还是4块，太热了，真太热了。然后现在太阳又要出来了，新一轮的酷暑又要来临。我在想要不要先走，啊？他这个早餐肯定是没有，就是过了中午，然后他才开门。反正这个大院里，带大伙参观一下。嗯，这宽喜台，这个水是从哪来的呢？这是柿子吗？我就瞅着路地上好像。捡地上，地上的。应该是熟了。但现在还不是特别晒，先走。好嘞，走吧，给。Listo, fotógrafo. Ah, va aquí. Хорошо, Рахмет. Да, да. Не. Спасибо. Давай, хорошо. Ладно, спасибо. Вам тоже спасибо. Да, да. Давай, ке. Я, да, да. Goodbye. 喝醉酒的人说的话，反正应付一下。他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他两个同伴都已经很尴尬了，还一直说。